手游酷玩。走走城。要去哪里啊？司机师傅你好，我要去奈夫酒店。好的，坐好了，系上安全带。15分钟之后，堵车中。司机师傅，你看堵车这么严重，我现在下车给你付钱好吗？不行。可是你看计价器的数字越来越大了。自己选择的路，跪着也得把它走完。干嘛这么凶呢？1个小时之后，收费164块钱。以后咱也不坐他的车了。